友，他是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 Fritz， 他是一个小男孩，他不是蜜蜂哦，是个小男孩，是我的人类小男孩，他跟他的 Red Kitty 的他的三四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妹妹咪咪一起出发往前大，这是他的咪咪和妹妹啊！你要不盯着我。从前有个小男孩，他跟他的男生朋友 Kitty 和他的妹妹咪咪一起出去玩，然后他们去往前出发的时候，发现有几只蜜蜂。他们都说：“嘿，你们在干什么啊？进我们的被窝哦！你不行嘲笑我们哦！那你们嘲笑我们，我就要我们刺你们！我们他们说，请让我们让开，我们要去找宝藏。Yes, I'm search. 我们是要找宝藏的吧？哦，好，我们以为你们要攻击我们。啊，对。”听说有宝藏，有你们最喜欢的蜂蜜，我想要给你们吃哦，会有，那就是麻烦你哦。大家继续往前，终于找到他继续写那个女性的主角。哈哈哈哈一个小女生，她的。他没有好朋友，可是 Kitty 愿意当他的好朋友，他们也走了。他后面记得写好名字，最后面，书本后面，小公主，难怪她这么漂亮。小公主背着背包，穿着漂亮的蕾丝裙。跟我一样，说 I am sorry, I am 我真对不起 ，I am sorry， 除了英文的，是那发音中文很难讲 ，Sorry is the phrase， can so phrase。Is happy. Terry said, "Choose it." Terry said, "The great to the soup sale. Next sale, yes, research. Why so so the spring side is bright? I'm sorry. Yes, I'm sorry. Said itself.Now it's just my story. It's most of a story. Yes. Thank you, Kitty. Three totally sets. Fred's search. It's Fred is a good party here. It's a first story essay.Yes, I'm done. Says I love you. Sorry, it's a comfortable happy. Says sorry, sorry, Satch. 送给你。
你的冒险。接过我想一个叫做秘密的冒险，叫妈妈，你接过我想。